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如果没有，可以。好，来，请。对。哇，这个因为这个乐谱歌是我这个音乐路上对我很有影响的音乐，而且我觉得乐谱歌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就是虽然这个就是我觉得像音乐啊、唱歌啊、每个人会的这个记忆，真的是可以越练越靠近天花板。我觉得力宏哥真的是这个非常好的例子，对，他真的是越唱越厉害。这个昨天晚上有看了一下昨天那个力宏哥唱歌的什么声音，对，之前那个力宏哥有出过一个教大家唱歌的。偷偷在里面，哦，你在里面，偷偷在里面，对，但我们还没看完，但是觉得，因为真的觉得，我觉得力宏哥唱歌真的好像是一个，他真的太厉害了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可以用教科书写，所以在那个课程里面，当初怎么会想要去那个课程？因为我知道他，因为本来力宏哥对我的音乐的，他就是影响我蛮多的音乐之一，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。他真的让我们看到歌就是可以越唱越真的靠近天花板，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非常好奇。你现在有在天花板？我现在我觉得应该有，也是有越唱越好，因为常最近很多的这个很多演出的机会，那真的很明显，只要有这个唱有频繁演出的机会，就会觉得唱的比较进步，所以真的。我想各行各业都写过，对，理财啊，唱歌、音乐、装、写文章，都自己写。我买的第一张力宏哥的专辑是《永远的第一天》，所以如果今天如果唱到力宏哥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有特别的这个。年底要唱草地唱，对。12月15、16、17，上次没有讲，半年没有讲，哦，对，还没有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，回去马上那边消音，对，我们知道就好，我们你要叫 Kevin 回去消音，讲太顺了，哇，预习的一个概念，哇，对，爆嘞，上次电台也没讲，没讲，说敬请期待，太不会说谎了，是我们要跟别人讨论，真的是我没有说谎，会有一些新的，吓一跳，不一样，好，因为你很顺讲，但我没吓一跳，对，我吓一跳，我先吓一跳，没有想说，这个不是很一般的官方的事，怎么有红？吓一跳，演唱会吗？我想一下，准备什么？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我自己在做音乐或者做演唱会吧，我觉得对我生活很有影响力的一些正面的这个价值观，然后也用不同的方式把它融进我做音乐，所以其实我都有蛮渴望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唱来，然后觉得我想公司。或是我当然会因为现场观众的一些资历，会想一些特别的桥段，所以快点啊，美凤姐来了，美凤姐来喽！哎，美凤姐，谢谢姐，是不是很专辑？对啊，所以大家都不好。所以现在蛮多灵感，然后所以这个专辑，我也是觉得现在就是我每天都会，我每个礼拜都会尽量维持，就是尽量有一天真的好好的休息，然后大家真的每天每个礼拜休一天出来，其他时间我都会蛮认真在做。像昨天晚上又完成了一个，完成了一个比较久了都还没完成的歌词。今年来得及拍吗？12月的時候，我不晓得那我希望可以来得及。对，但是我最近有时候那个灵感，甚至有时候还写歌一边唱，自己的专辑都还没做完，我会觉得，但没有关系，这个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接下来的也不是新目标，不算新目标，正在做的事情是，我觉得我会花很多时间一直创造很多的新歌。嗯，对。那这次现在有生第三胎的灵感吗？目前是没有。好好好。对，觉得可能生两个应该也算多吧。嗯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